能够辅到刚普。哎，一个人想攻到，有个进化想走，但是被留住。布朗姆帮挡限制，但最后是普攻，有 Kino 正面打死了小安。哇，边缘宇宙炮尴尬，定住普攻，普攻变成650，帮挡一下，点点点点死后 ，Kino 再走出来扛打。 扛死了，最后是一个1换2，为什么状态也不错，但没办法，对面打野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啊？勾到，哎，这为什么不讲虚弱啊？是，然后头破掉了，然后就挂，继续被打，赶快交闪先要跑，但被普攻点。其实 Kino 这里好像多扛一下，因为其实早可以拉开，让 double 还有闪嘛，点完之后再闪，哎，画面回来，中路被抓，小土没了。 法术进顾及哦，顾到了一下 Kino。节奏好像有点被 BYG 带的时候，除了上路，其他 BYG 的哦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很丑的兵线，作为一名 AD 是一定要追的。不是啊，那个兵线真的太丑了，不行，受不了啊！K 宝的造型今天很猛哎，是，感觉首选的价值是有。这个换不赢3D，没错啊！你怎么在这里呀，小土？大家想加速，但身上有链子，到 ban。 酷下，直接砍死！不是你没有照到，一个鸟鸟出去看，但还是要来4+2啦。没够到，只有5等哦。自己可以先打出被动，先交出闪现，等队友。队友到底会来吗？小安撑了许久，用虚弱压制呼下，但呼下没有死。船长大爵士跟着下来了，刀子没换掉吗？留住了一个小柴犬，但后续的 K 宝想继续留人就不容易了。这里要嘟吗？要嘟吗？ 有点难啊！船长大决下来之后，好像没办法留太多人。还想倒，还想倒，雷兹在绕，雷兹在绕。这里犹豫了一下，要来包抄了。3个人一个夹击，看起来目标 BYG 想要先杀一下 K 宝 ，K 宝交了一个闪现，没捅到啊。此时的 BYG 看起来目标要转打上面的小土，小土一个斧头没有中，但后续的伤害可能要被灌死。不过 K 宝来了，将人头给拿下。不过一个锁链牵上之后。 有点前后无法抓人，这个感觉捅不到了，太远了。想继续追击，哎，吃一个，吃2个，走位躲一下。他在等，因为后面有兄弟来了。但赵信射中6等，反身开打，可惜先给那个赵信肥。这是养肥战术吗？养猪流，太神了！来看一下这一波，但这一波就是卡玛领先这个 TP 嘛下来，所以我觉得这里关键是3D的大绝，他用这个大绝先换掉了Dogo 的人头。 那后续比较可惜的是 K 宝还有小土的配合好像没打好哎、欸、，K 宝刚这边想打是完全没问题，对面状态很强，但他空了一个 W， 雷之板要走又回来了，对对，这个 W 空了影响性超级大，因为他第一时间是进不了场的，然后进是BYG 直接转头打雷之，所以这段时间 K 宝都没玩到，那打不到输出，后续是硬换了2个人头回来，但小岛被亚菲利又打走哇，就有点亏了，是啊，这个没有捅到，好可惜哦。 Kino 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啊，吃2个果子躲个技能，哎，吃的饱饱的，再给你宰，然后让队友宰你。这边给到是给到，然后有打赢，然后赢了1C 哎。但是另外一边呢，热热之王直接炸下来，留住是小土3个人的夹击，直接要秒杀了。法术禁锢又是最后的禁锢人倒地，怎么那么多人呐？每次还要稍微等个发育，打一个欧拉夫吗？ 想硬打，欧拉夫直接开大，等在左边卡玛的一个支援，说欧运想杀雷兹不得了，直接带着大兄弟走啊，成功的溜掉。PK 这边应该还没回去补过装，但另外一边有人来了，以为要打，但其实是钓鱼机呼下到了船长，一个 R 闪，但是被吹了回去，刚好正面在呼下脸上，想走位一个斧子劈到了船长的脑袋。哇，对面有队友啊。这个斧子一劈就倒了。要射大麻，但对面有进化，解了，了解，好年轻。这不给面子，不过布朗姆来了，还3个人的夹击，一波 all in 直接强杀。不是你的队友不在呀，你怎么还想这个进化的速度啊？怎么又是3个人呐？有闪现，他身上被牵到，不跟牵了，特别好。大家分开的是不是有点多？蹲点上，但左边的小安能输出吗？布朗姆的一个盾撑不了多久，反身的一个回射留住了勾勾。 哇，这雷兹就在下面等。哇 ，K 宝也是各种绕哎。我们雷兹直接坐车坐到对面家中，正好抓到了 PK 来回的一个走位，并且并没有命中 K 宝自己所有力量，想要正面锤死 PK， 但 PK 血量，最后是一个 K 宝的 solo， 然后闪现会将人头给击杀，但 BYG 人员赶了过来，他被 TP 赶到，不过一道的猫还是先被定住，利用自己的 Q 技能 RQ 留住了圣想跑，跑掉了，但另外一边能跑吗 ？K 宝被留在了3狼区，人头要给到茂安。 炮直接炸死的一个效果，来看一下 ，solo 是 K 宝的绕点位，视野看到后 ，PK 想溜被包到，但这里 PK 也是刚刚看，他PK 应该是没想到 K 宝最后会直接闪现进来硬收，是，对，因为其实 PK 也有闪现。但他是没，好像是没有交的，还是还没装好，哦，好像还是还没装好。他现在这时间还没装好，死了之后才装好。那后续那就是一个一换一嘛，所以，但这个人头对于交换上来说 ，Alpha 还是小专业，因为刚补就很开心的又弄，绿色风牙，那他来要打吗？ 这里都 TP 到，只用船长大绝交了，哇，没有这个大，那没这个大龙就掉了。而且这一波 BYG 顺势的中路开山路的身旁直接炸到，被留住的炫赶紧跳了一下三 D。啊，那这个龙包围的速度 Alpha 有点慢，利用了艾希看到这个血量，其实还可以再等，还可以再等，有还有8000，这里应该是打团了。刚补两克，往前一炸，炸到一个，还有吗？对面还想强吃，安雷斯不来哦。 TP 要来，把我血量到4000多，穿上大绝一交，这里要退吗？一个冰箭命中，直接留在塔前的一个护甲，护甲交大往左边走，可以打赢嘞，可以转中塔。但这里 Alpha 毕竟还是有视野上的优势，有的河蟹以及粉眼，这个河蟹是 BYG 的，这里还有个眼睛可以看，看不到巴龙血量，是没眼的吗？ 哎呀，这里竟然进来，想要抢秒，直接把炫给留住，炫跳了一个队友，成功拉开，筒子炸2个，三弟在后面没人阻止。 这里一阵的技能，坐车还要进去，但这个车很危险。别，我会出事啊！哦，还好，哎呦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位置被卡开哦，所以 BYG 会转头直接 rua 巴龙，rua 小龙。这个小龙感觉还是 Alpha 直接转头 rua 巴龙。哎呀，你吃我也吃，开车一起吃饭，来 B 团。这波玩得好哎，我觉得 Alpha 这波玩得很好。是，在对面也夹过来了，打人，连头直接进来 ，Kino 尴尬，再交闪现出去。哎，可以，拉一下，慢慢等。 三力要抽奖吗？炸一下，炸到三力，继续 CC BYG 的人到底有没有机会回去吃小龙拿龙魂呢？这里有人让 recall 是对的吗？应该不行吧？是，这里稍微拉扯了一下，但 Alpha 最终巴龙好像没有什么方法吗？这里是把就是叫杰西直接去吃龙这里 Alpha 有意识吗？如果没开巴龙会出事哦。这个草丛里面刚刚是不是有一只眼睛啊？ 来看一下小龙，完了，这里好像意识不到位，直接开了吗？是，开了，这是个筒子。对，但杰西这波没 TP 哦。这里吃完，看一下 Alpha 能不能全身而退。哦，小龙声音听到了，要吃吗？还站吗？艾希一个日本身盲炸下 ，Alpha 人被打退，小龙龙魂已经掉了，自己还没有办法吃巴龙。哇，那这没有输啊？有输吗？大概没有吧？并没有，100而已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我给你。但来了，黑宝抓人抓到 PK，PK 被留住，想要跑在坐车赶到吗？没车上没有人。怎么开车都没上车啊？打中再一个冰箭命中船长交大，搭一个筒子双人欧耶，把 PK 给击杀 ，PK 往回跳，用自己最后的能量去做输出。 这里上还是倒地 ，B 八龙吗？哦 ，K 宝来不及掉了，打过来有点困难。Kino 还站在前面，张顺身旁直接一炸，小孩这次的进化速度是非常的迅速，在三在左边这边有他的阻止的能力，前方位置已经融化了，炫消失，自己感觉在断 recall 吗？这样加会没吗？坐车换家，我们换家，不对吧？直接换家喽！这边有八龙你换家。 这里要换，但剩下人机械度是不够快的哟。那是不是结束啦？冰天牙进来直接强推，有个 TP 要先回归，但这个 TP 的速度要救援能成功吗？珠宝前呢还有一塔 BYG 并没有推掉，但这个终于要推掉了，在推掉过程同时，豆哥想要继续的输出，小柴犬能拆塔吗？后面的人 BYG 将珠宝给拆掉，最后团散，梦想接都没有。我们恭喜 BYG 拿下这一场比赛。 请问一下六弟老师，这个梦想呢？目标呢？怎么是换家、啊？家没了，家没了，梦想怎么说？有梦想有屁用啊！家梦想都是空谈呐、啊！哎呀，家没了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你看最后一波刚补 TP 下来，炸有伤害是。然后那个雷之 TP 塔，那个塔一段这把就没了。